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啊！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课注》第308页啊，倒数第四行，课题出家啊，请看经文：其为出家，苦行学道，作事事现顺世间苦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气味出家了，苦行学道，此表出家的第四项，位移圣相，康僧开的本子啊，这个说得比较详细。经文上说，现出宫中啊，示现居住在皇宫里面，色为之间啊，这是过的荣华富贵的生活啊，见老病死，这是世尊做太子的身份，外出去游玩啊，在城外遇到老人，看到生病的人，看到死亡的人，看到这些事情，他有感悟，觉得这个世间是生灭法，不是长生不老啊，找不到不生不灭永恒的这些现象，所观察到的、耳听到的、身体接触到的啊，无非都是生老病死，生住异灭，成住坏空。啊，这给他很大的启发。啊，动了出世修行的念头。啊，这个里面呢，还有一个老病
死，还有一个修道的人。啊，想想修道是有道理的。啊，所以弃国才位，国他是国王。啊，离开这个国家，那个时候的国跟中国周朝晚年相同。啊，这个国君呢，中国春秋战国的国君领土并不大，在周朝的时候有800多个国家叫诸侯国，大国还没有现在一个县大，小国大概比个乡村大一点，啊，它也是个国家，啊，也就是说不是统一的。那么当时讲天下，也就指中国这一块疆土，啊，800多个诸侯分布在黄河流域、长江流域、淮河流域，啊，在这一带，就中原这个地带，南部大概到福建、广东，啊，北面有长城，诸位知道，长城外面是匈奴，啊，长城外面这才叫中国。那么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也如是，啊，他的父亲是个国王，就是大国，大概也只有现在一个县差不多，这大国，啊，印度当时有16个大国，啊，这大国王，啊，把国家舍弃了。啊，财产舍弃了，为是王位，啊，王位也舍弃了，入山学道，啊，到山上啊找这些修行人，跟他们学习。佛陀那个时代，印度的宗教很发达，哲学也很发达，那么他都去参学，学了12年，他入山学道，佛乘白马，宝冠璎珞，千只灵幡，啊，交给他的随从，把他身上穿的衣服、骑的马、戴的宝冠璎珞，啊，让伺候他的人带回去。啊，出家修行用不着这些东西了。舍真妙义，而着法服。法服就是今天所讲的袈裟。今天的袈裟比那个时候的服装质料要好多了。啊，那个时候的法服叫粪扫衣。啊，是一些人家衣服穿破了旧了不要了，啊，当垃圾丢掉了，出家人把它捡起来，把它洗干净，啊，还有可以用的地方，
保留到，不能用的地方才丢弃掉。啊，急到可以做一件衣了，把它缝起来，像我们现在穿这衣，那是一块一块缝起来的，缝起来的质量不一样，这件衣服颜色不一样，不好看，所以啊，缝起来之后要去染，染色，染什么颜色呢？五种正色，红、黄、蓝，啊，白、黑，五种颜色混合在一起，染出来就这样的颜色，啊，像咖啡色一样。避免正色，啊，红黄蓝白黑都是正色，啊，佛传杂色衣叫袈裟，袈裟就是很多不同颜色混合在一起，啊，那么吃饭，每一天到外面偷钵，一钵饭呢，不是一家人供养的。一家人供养一点点，佛的戒律准许托七家，那七家的饭菜不一样，也混合在一起，也叫袈裟，袈裟味，袈裟就是混合的，很多混合在一起的叫袈裟，这叫发福，发福啊，头发剃掉了，啊，胡须也剃掉了。那我们想到释迦牟尼佛还年轻，啊，19岁，舍弃皇宫的，啊，剃头发是有，啊，剃胡须那是以后出家了，有30-40岁的有胡须。端坐树下，树下一宿，日中一时，啊，勤苦6年，行如所应，啊，他曾经修6年苦行，啊，跟印度宗教学的。普药经里面也有一段记载，说儿时太子日服一麻一闷，6年当中啊，结痂复作，啊，这经典上有记载，他曾经有6年的苦行休息，艰难勤苦之行，啊，在那个时代。如果不是这样修苦行，一般社会大众不尊重。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要教化一切众生，要教化那一些不同的宗教、不同的学派，必须要做到他们能做到的，释迦佛全做到。释迦佛没有做到的，啊，能做到的，他们还有许多没做到。大众对他就有信心了，就听他讲经说法，啊，跟他在一起修行。啊，这个就是要教化众生，这给我们很大启示，必须要给这些人在概念上完全相同，啊，他认可这个教化才能展开。印度像婆罗门教比释迦佛要早10000年，
啊，那在印度的地位根深蒂固，要想转变它谈何容易啊！好在佛陀不是宗教，它是教育，我们可以称释迦牟尼佛的教育啊，那是一种什么教育？是明心见性的教育啊！印度所有宗教没有达到这个境界，学术也没有这么高的成就。佛用什么方法？戒定慧啊，三学。婆罗门教有定，佛经上所说的四禅八定是婆罗门教的啊。那么它的定只有八个层次啊，佛教里面定的高了，阿罗汉修的第九定超过它，超越六道轮回，八定没有超越，九定超越了。啊，圆觉、菩萨，啊，菩萨有全教，有实教，啊，佛法能够帮助人恢复到自性本定，这是佛所证得的啊！菩萨还没有到，到边缘，再向上提升就到了。所以，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的真相，完全通达明了啊，诸法实相啊，啊，这是世间没有的，六道里头完全没有，人间没有，天上也没有啊，天上有四禅八定，所以婆罗门教有能力到四禅天、四空天，他出不了轮回。那菩萨修到八地以上，对事出世间一切现象了如指掌，他完全看到了，完全接触到。啊，这是圆满的真相教育啊，它的目的就是要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后面这两句，作思事现，顺世间故啊，把八相成道，为什么要做八相成道？恒顺众生啊！以上这两句，出唐译深信《法华宣旨》啊。那《法华经》首两品里面说，一切世间天人及阿修罗，皆为今释迦牟尼佛出摄施宫，去迦叶城不远，坐于道场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印度所有宗教学派都希望
能达到这个境界。啊，这一句话全是梵文音译。啊，不是不能犯，是为了尊重不犯。啊，大乘佛法就是求这个。啊，是菩萨学习的也就学这个。翻成中国字，阿翻成无。六多罗翻成中国意思是上。三这个音翻成中国是正，苗是等，平等的等，下面三又是正，后面菩提是觉，翻成中文是觉，合起来无上正等正觉。啊，这一句话就是佛教终极的目标，最后我就是要把这个东西找到。啊，这就是什么？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，没有比这更高的，没有能够跟他相等。啊，正觉。无上正等正觉。那么在佛法里面，它这里有三个阶段，最下面的是正觉，阿罗汉正德。啊，在古印度大家有这么一句话，但是没有人能正德。佛出现在世间，阿罗汉正德三菩提，菩萨正得正等正觉，就是三藐三菩提。佛所正得的就加个无上，无上正等正觉。啊，是以这个成就取得学位的尊号啊，取得三菩提，得三菩提的，他就是阿罗汉；得三藐三菩提的，他就是菩萨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，他就成佛了。所以，佛、菩萨、阿罗汉是佛陀教育里面三个学位的名称啊，他不是神，也不是仙人。这个学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拿到的，是平等的啊。所以佛在华严经上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本来成佛，他本来是的。而现在呢，我们变成六道众生，那什么原因？我们迷失了自信啊！这是这个无上正等正觉，是自信本具的智慧，本有的，不是外头来的。迷失了自信的这个智慧变质了，变成什么？变成烦恼。我们把这个智慧全用错了佛到这个世界来帮助我们，纠正我们啊，让我们把这个错误改过来，修正过来，这叫修行。
教导我们正知正见。正知正见的反面是邪知邪见。六道苦，苦从哪里来的？从错误的知见里面产生的。啊，大乘教里头常说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我们想错了，说错了，做错了，六道轮回出现了。六道本来是一真法界，就是十报庄严土，把十报庄严土变成六道轮回，苦不堪言的。啊，佛陀出世，不少有缘人就跟着佛陀学习，啊，有少数上上根人，时间不久就证得无上正等正觉，啊，我们称他做法身菩萨。那为什么不称他为佛呢？因为他还有习气没断，习气很难断。啊，一般经典上所说的，菩萨要断无始无明习气，需要三个阿僧祇劫，因为无始无明习气没有方法断，不像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，见思烦恼断了，证阿罗汉果。阿罗汉见思习气未断。他证得阿罗汉，在阿罗汉这个阶段当中，要把习气断掉。习气断掉之后，他就不叫阿罗汉了，叫辟支佛。啊，辟支佛比他高一级，不但见思烦恼断了，见思烦恼习气也断了。那么辟支佛在他位置上，他要断尘沙烦恼，啊，尘沙烦恼断尽了，他就升等了，菩萨了，他成菩萨了。虽然成菩萨，尘沙烦恼的习气还在呀。所以菩萨必须把尘沙烦恼习气断掉，断掉之后他就成佛了。啊，这个佛是十法界的佛，很像佛，不是真佛。啊，天台大师称他做相似即佛，很像。啊，为什么？他还是用阿赖耶，依旧是用妄心，他没有用真心。啊，也就是说，无始无明烦恼断了，无始无明烦恼习气没断。啊，无始无明烦恼也没断。啊，他在佛的位置上断无始无明烦恼，烦恼断了，他就脱离十法界了，
往生到一真法界，就是十宝图啊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。这个位置上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但是他有起心动念的习气啊，决定没有起心动念，他有这个习气在。这个习气我们凡夫看不出来，他的智慧神通道理好像跟佛差不多但是就是不能融入常寂光，除这一样事情之外，他的智慧的能相好跟佛没有两样，所以称他做化身菩萨。天台大师说分真即佛，真佛不是假佛，但是不圆满，就是因为他还有习气。那这个习气断干净了，那就真的无上真等者去了，他不在十宝图，他在哪里？他在常寂光。常寂光在哪里？常寂光无处不在，常寂光无时不在，那变法界虚空界就是一个化身，化身佛了，化身佛就一个啊，啊，报身佛可以，他变很多个啊，化身只有一个。啊，化身是一片光明，里头什么都没有。啊，慧能大师明心见性，用了20个字形容化身。啊，清净，不生不灭，本自具足，本无动摇。能生万法，这才真正到究竟圆满。啊，那十宝图里面这些化身菩萨，无始无明怎么断？没法子断，不要理他。三个阿僧祇劫之后，自然就没有。古人对这桩事情常常用酒瓶来做比喻啊，陈酒的瓶子把酒倒干净了，确实没有了，里面擦干净了，一滴也没有，闻闻有味道，这味道怎么出？没法子出，只有把瓶盖打开放着，放个半年，放个一年，再去闻，没有了。啊，时间久了，自然就没有了。可是，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，许许多多诸佛刹土里面的化身菩萨都愿意到极乐世界去，他们住的是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，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庄严土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
华藏世界十八土，那这些人他愿意到极乐世界，那么极乐世界可能阿弥陀佛有特别的威神加持，能让他无时无明烦恼习气提早消失。啊，他在别的地方要三个层期间才能消失掉，到极乐世界可能一个层期间，可能不需要一个层期间。如果没有这个好处，化身菩萨到极乐世界就毫无意义了。这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！极乐世界不可思议，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啊！我们要从这些地方去体会。那如果没有这种利益，菩萨没有必要到极乐世界。那所以我们相信肯定有不思议的能量。那也因为弥陀不思议，不可思议，所以感得十方诸佛以菩萨身份到极乐世界协助阿弥陀佛教化众生，那我们看下面经文：然善男子，这《法华经》上说的啊，《受量品》里面讲的，释迦牟尼佛透消息了：我时成佛以来，无量无边百千万亿那由他界。自从是来，我常在此娑婆世界说法教化，业于余处百千万亿那由他阿僧祇国导利众生。我们就看到这里，释迦牟尼佛透消息了，他不是在印度真的成佛，早就成佛了啊，在这个舞台上表演八相成道是表演，不是真的啊。因为这个表演让大家对他生起信心，你看释迦不是也是父母生的啊，也是一生修行，你看三十岁成佛了，成道了啊，十九岁出家了，修了二十一年成功了啊，这是做给人看的，让别人生起信心。如果他要一时有个化身来的，你是神呢、啊、天神，我们反复做不到，对他没有信心，那就不会跟他学啊，视线跟普通人完全一样啊，他能成功我们也能成功啊。十九岁出家，
30岁成道，12年啊，前后讲经教学。啊，跟他的人越来越多。啊，那么这些的弟子当中，菩萨弟子、声闻弟子、凡夫弟子多。这里面许多凡夫弟子当中，有佛菩萨化身来，声闻亦如是，菩萨亦如是。像文殊普贤、观音地藏、弥勒菩萨，都是久远界都已经成佛了。啊，在释迦会上做影响中啊，真正的凡夫小乘。听佛说法很难理解啊，那这些同学就帮他忙啊，这些同学都是古佛在来啊，有人资格比释迦佛还要老，在释迦佛成佛之前成佛。法华经上开群现实啊，佛到最后啊，大家都成熟了啊，可以把事实真相说出来。所以他常常在娑婆世界说法教化。为什么？这个地方人跟他有缘，娑婆世界众生念释迦牟尼佛，佛就现身了。应该现什么身就现什么身，随众生心，因所质量。啊，除了娑婆世界之外。十方诸佛刹土里面众生跟释迦牟尼佛有缘的不少啊，人数比我们多啊。世尊哪个地方有缘，哪个地方现身啊？为现在我们知道法身比一切处，法身就是常寂光。啊，我们看下面，佛怎样教众生？如来见诸众生，要与效法，喜欢效法，得不够重，这是说什么？六道众生，人道啊！啊，你看。给你讲伦理，讲道德，讲因果，你很欢喜，就接受了。啊，给你讲方等，讲般若，听不懂。啊，讲华严经，甚至3000比丘退席。啊，我听不懂啊！啊，随佛说法了，应机施教啊！啊，为我们这些众生，说我少年出家，
啊，得无上正等正觉。那其实呢，我实实在在成佛到现在，久远若斯啊，时间太长太长了。啊，但以方便教化众生，令入佛道啊，作如是说。八相成道呢，作如是现。啊，两经合参，我们把唯一的本无量寿经、普药经所说的，跟法华经所说的合起来看，啊。信之本师，我们相信知道本师释迦牟尼佛说八相成道的种种实性，只为随顺世间众生的根基，行善巧方便普度而已。 啊，实在说呢，释迦牟尼佛久已成佛了，这个事实要认识。啊，出家我们就学习到此地，下面一段相互以定慧力降伏魔怨，前面出家这一段里头，我们要学习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像佛这样的慈悲帮助众生，你不随顺他不听你的，所以随顺就是大慈大悲的表现。大乘教里头佛常说恒顺众生随喜功德，这两句是普贤菩萨的誓愿。菩萨所在之处，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，这叫行菩萨道啊！让一切众生对你起反感，啊，不喜欢跟你在一起，那就错了。这个众生有佛的缘分，你把他赶走了，佛门里头有没有这种人？有很多。凡是干这种事情的人，断人法身毁命，果报都不好啊。啊，如果断的这个人的这个法身毁命要断得多。啊，比如说这个地方有真正修行人在这里弘法，你把他弘法的缘破坏掉了，让这个地区许许多多有缘的众生闻不到佛法，这个罪过重啊。
啊，影响力面越大，影响的时间越长，他的罪就越重。啊，这个是无间地狱罪业。为什么叫破惑合身？睡于这个罪，这一条罪。啊，破惑合身，佛都不能救你。啊，所以说人学佛法的机缘很难得，你要能成就他，帮助他，无量功德啊，这个人讲的成就是你成就的修福修慧的人，对于这桩事情不能不知道啊！你要不知道，你在这个地方随自己意思，处处障碍别人，这在佛门造的罪业，造无间地狱罪业。自己造的时候不知道，果报现前，后悔莫及。啊，不可以不知道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以定慧力降伏魔蕴。啊，此二句呢，也是唐译的，《大宝积经》《无量寿会》里头。啊，是第五相之相魔。啊，魔者，梵语魔奴之六尘。啊，翻成中国意思叫障碍，能为修道做障碍故啊。啊，魔就是障碍。魔事就是障碍人修行，障碍人闻法，让人在佛法里面推心。这就是魔业。我们学佛想一想，有没有人障碍我？再想一想，我有没有障碍别人？细心去会反省，就知道啊，为什么有人障碍我？因为我过去障碍他啊，这一生障碍我的善根，障碍我的缘分啊，不可能是无缘无故，不可能，没有这个道理啊，一定要懂得因果报应啊，然后我们才能够把这个业障给它消除，我们要真正忏悔业障，忏悔以后再不做障碍别人的事情，别人障碍我，我承受，我不再障碍别人，这个业障就能化解。那有人告诉我，魔王不寻现在对我没有意见了，那以前都是障碍，现在不障碍了，那为什么呢？自从他附体来找我，
我给他供上个牌位，我那里波旬菩萨，我不跟他对立，我称他菩萨，请他来听经。啊，大概他听清楚，听明白了。啊，现在的态度非常好了。众生苦啊，希望波旬发菩提心的，发慈悲心的，啊，护持佛法，普度众生，啊，将来往生极乐世界，成佛去。成佛比当魔王殊胜太多。啊，波旬是欲界第六天的天王。啊，比玉皇大帝高太多了。如果欲界天好比是个国家，那波旬是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。啊，那忉利天竺呢，好像是一个县长。一个县的领导人不能比啊，他高得太多啊，所以希望波旬能够放弃欲界天，往生极乐世界去做佛去啊。好啊，啊，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张道的意思。又翻为煞者，害人善故，这个煞是比喻啊，不是真的去杀人啊。为什么呢？别人做好事他常常伤害人啊，害人善啊，人做坏事他欢喜，人做好事他不喜欢啊。波旬天王要常常闻佛法，他比我们聪明，他有大福报，他有大智慧，相信他回头很快就能转过来。说又常行放逸，断慧命故，又犯卧者多爱欲故。他有爱欲啊，常行放逸啊，放逸是不守戒律。啊，魔王波旬的附体找我的时候，他是很不客气啊，质问我，我侵犯他的道场，所以才找麻烦。我说我没有啊，我没有道场啊，啊，从来不破坏别人的事情，他做的不如法，我也不会说。啊，他就说了，怎么没有啊？啊，我以前电视就是的，我恍然大悟。他的道场是现在的卫星电视、网络，这些高科技的时候是他的道场。啊，你看他播的内容，杀盗淫妄，那么现在
他接受我们的理解，我们共排位是波旬菩萨，我们对他尊敬，没有跟他反抗。啊，他的道场大，这个世界有多少电视台，有多少网络，我们这个道场很小，一点点。啊，我相信比万分之一还要小。百万分之一，千万分之一，乃至亿万分之一，我们只有这么一点点的。所以这一次投来的信息好啊，我们欢喜了，我们对他更尊重。啊，希望他回头，让他这个道场里面弘扬正法，那他的功德无量无边的。啊，他很快可以到极乐世界，到极乐世界，时间不会很长，他就做佛去了。那一转过来，度众生无量啊！啊，拯救了地球。这个功德大，我们再看下面，魔有四类，啊，净言疏语，第一个烦恼魔。都是从自己本身上有的，不是从外来的。那烦恼错误的想法，错误的看法，错误的行为，全是烦恼。啊，那么一般之烦恼，专指见思烦恼。见，是你看错了。身见、边见、见取、戒取、邪见，看错了。啊，思惑，你起心动念想的，贪嗔痴慢疑，这叫烦恼。能害善法，啊！今天世界社会会变成这个样子，烦恼造成的，啊！自私自利、贪嗔痴慢，就这个造成的，啊！第二种呢，叫阴魔，阴魔是无阴身，我们的身体。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叫五阴。五阴互克啊！啊，这是讲说生理。古人从小就教养生之道啊，现在人一没学科学，这些疏忽了。古时候多数人没有不知道经脉穴道，他读过这些书，他多懂啊！啊，
都知道养生之道啊。现在学校除了大概学医学之外都不学，在古时候啊，这是必修课程啊。中国自古以来帝王啊，帝王头一桩大事培养下一代，要有人继承，要不然这国家就亡啊。继承的人要能真正把这个担子担起来啊，使这个国家绵延下去，不至于被灭亡啊。所以他要好好的教太子，这是将来的继承人，为他请三个老师，叫三公啊，太师、太傅、太保，这三个老师啊。太保管什么的？就是管日常生活，懂得养生、养身、养心啊，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健康保养。太保管这个饮食起居啊，健康长寿，他管这个啊。第二个科目德行，太傅，太傅管伦理道德，跟你讲这个的啊。第三个太师，太师是教你怎样齐家治国啊。周文王栽培他的儿子成王啊。这三个老师是谁呢？太师是姜太公，这是了不起的人物啊！姜太公教他齐家治国啊，太傅教他伦理道德，周公啊，也就是文王的弟弟，圣人，孔子一生最佩服的周公。周朝的宪法就是周礼，等于宪法，这个治国的这些法典呢，周公做的。啊，讲伦理道德，啊，少公也是他的叔叔，小叔，太保，教他健康饮食之道啊。不但有三个老师，还要三个教练。教练什么呢？陪到学生真正干，跟学生一起干啊，那叫少师、少妇、少保啊。这三个人要跟太子生活在一起啊，是太子身边的人富贵人家教子弟，也是这个教法了啊。最根本的是养生之道，啊，这就是
悲智无因呢，把无因调好啊，健康长寿啊。那么第三个死母，这个没办法，人有寿命啊，能坏命根啊，到寿命到了，你这一世就终了了啊，你很多的愿望，很多想想的想做的事情都不能够圆满。啊，那么要延长寿命，儒没有方法，道有方法，佛也有方法。诸位要是看过《了凡四训》，你就晓得了凡先生的寿命延长了。孔先生给他算命，他的寿命53岁，寿终正寝啊，他没有求长寿，寿命延长，他74岁走的，延长21年。啊，为什么？断恶修善，人就能延寿啊！啊，三宝加持，这个能延寿。啊，我也是短命。从小很多算命的啊，都给我断定了45岁。我相信啊，为什么呢？我父亲45岁过世的，我祖父也是45岁过世的，我还有个伯父，我父亲的哥哥啊，大他12岁，也是45岁过世的，所以我想这应该是遗传啊，我不相信是命定，我相信可能有遗传因子在啊。45岁那一年真的生了一场病，病了1个多月，啊，那出家了。我33岁出家，出家就开始讲经，45岁那天，我讲经12年。啊，病好了之后继续讲经。有一次遇到甘珠，也是张家大师的弟子啊，密宗上师，他告诉我，你讲经的功德很大，寿命延长了啊。他说我们在背后常常说你，说我什么？说那个人心还不坏，心地很善良，人也很聪明，可惜没有福报，短命。啊，我说这个，当我面讲没关系，我完全了解，我完全接受。啊，他说你这12年讲经，这个功德。你的寿命很长，你晚年的福报很大，
没想到第二年他就走了。啊，甘珠也是个很难得的密宗上师。啊，我们交情很厚，常常在一起，每个星期总要见几次面。啊，我们住得很近，散散步大概10分钟就到了。啊，所以这个命运可以改。命运是自己造的，自己真正觉悟了，断我修善，就能改造命运，把命运延长。啊，福报，那是张家大师教我的。佛事门中有求必应，财富从财布施，啊，越施越多。修财布施的人都有这个经验的，真的越施越多。啊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，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。你只要行三种布施，财富、智慧、健康都会延长，都会增上。佛菩萨没有妄语啊，佛菩萨说的话真的，你要相信啊。那海贤老和尚一生跟我们表法的，112岁，健康长寿，头脑清楚，充满了智慧。啊，在当地也算是个大财主。为什么？他修财布施，他自己开垦土地，种粮食，种蔬菜，种水果，种100多亩地，那个收成相当丰足啊。小庙里只有4、5个人，啊，有一点点生活就足够了。他拿这些布施供养平民，啊，年老无依无靠的，乡村里头，小孩出外打工了，老人很孤单，他照顾。啊，拿他种的这些粮食分给大家。他很难替人看病，他也没修过。那疑难杂症到他那里全解决了。啊，所以我们看他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为布施。法布施就是劝人念佛。啊，他的口头禅。念佛成佛是大事啊，其他的都是假的。遇到人就用这句话劝人，他自己做出榜样给大家看，一句佛号从早到晚不离口啊，念念是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心上什么都没有，真难得。
所以能延长寿命。过去李老师告诉我，弘法利生、断卧修善是延长寿命最好的方法，非常有效。啊，第四呢，天魔好坏他善，喜欢破坏别人的善事，特别是破坏别人念佛学佛。啊，这个天魔就是波旬，啊，第六天的天主，他化自在天。啊，我们希望他认真听经闻法，他觉悟了，他就成佛了。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行菩萨道啊。那么经所降伏者呢，指天魔。啊，我们降伏天魔的方法是劝他。绝不作对，绝不回报，啊，绝对没有厌恶，我们对他恭敬，把他当菩萨看待。啊，所以他也感觉到奇怪，净空法师没有跟他对立，没有跟他对抗。啊，一切顺从，这能化解问题啊。对立不能化解，对抗就更糟糕。啊，决定不能用这个方法。对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啊，都要懂得恒顺。学习啊，我们做出好榜样，去影响他。啊，他看到了，你是搞真的，啊，真在修行，他欢喜。啊，他明白了，跟我们一起修行，将来都是西方极乐世界同参道友。所以天魔也能回头。如婆沙论云啊，这下面是在论里记录这一段。菩萨谢居菩提树下，初夜魔女来相媚。啊，中夜呢，魔君总来变闹，须觉察了，即入此殿，令魔兵众摧败堕落。啊，那么这是《大毗婆沙论》。里面有一段话，释迦牟尼佛在成道的时候，降魔，啊，魔王婆舍变化魔女来扰乱他，啊，释迦牟尼佛入定，啊，这个魔女们离开了。那他不动心啊，然后中夜半夜妖魔鬼怪要来杀他，来害他，啊，他入此地
大慈大悲啊，这些妖魔鬼怪拿的兵器，手上拿的都变成莲花啊，完全是离开了，又西游记，这是玄奘大师的作品啊，有这么一段记载，集诸神众，齐整魔兵魔军，治病诊旅，将谢菩萨，这个菩萨就是释迦牟尼佛，在菩提树下啊，魔王破旬啊，变现出这个境界，是是威胁利诱佛如如不动啊，所以魔君拿到的兵器统统变成莲花啊，魔兵自己吓到了，就退去了。那么以上呢，都表菩萨定力，这个我们要学。我们遇到一些人为的障碍，什么方法呢？慈悲、忍辱、禅定啊，不被他干扰，不为所动，慢慢境界就转了啊。他能把你打败，他很欢喜；打不倒你，他也很佩服你。威胁利诱，你都能如如不动啊！啊，师尊，八相成道里头表演给我们看。啊，我们要遇到障碍，财色名利摆在面前，动不动心。如果动心，我们败了，我们投降了；不动心，我们战胜了。战胜，魔王来护法啊！战败了，魔王哈哈大笑。啊，瞧不起你！你修的什么心？不堪一击！啊，磨什么？他有方法引发你的烦恼，他知道你烦恼习气，以巧方便把你的烦恼引发出来，让你自己破坏自己功德，叫火烧功德林。一发脾气犯了，功德完了，积功累德好不容易啊！一个不高兴就完了。为什么不高兴？魔在那里挑衅。啊，降魔这一关要顺利通过。啊，念老在此地告诉我们，以上都表菩萨的定力。啊，又《大智度论》里的说，菩萨智慧力故，大破魔群。这些
菩萨会里。是故经云：以定慧力降伏魔怨，怨就是冤家，冤亲债主。我们每个人都有啊，我们要是还有贪嗔痴慢疑，这些冤亲债主跟魔结合成一体，造成我们严重障碍，那就这一生决定不准你往生，还要把你拖回六道来。啊，定是不为外境所动摇，慧是真正有方法解决。啊，我们说用慈悲，用修学功德回向给他，啊，劝导他跟我们一起学佛，一起念佛，真信真愿往生净土，同成佛道，这是智慧啊！我们是真心，不是我意啊，诚心诚意劝他回头啊，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法门啊，每一个人学佛有魔障，不学佛也有魔障。现在这种现象越来越多啊，这个社会上男女老少多少人自杀，他为什么要自杀？我们从附体这些灵媒的报告托理信息给我，有的时候的合情合理可以相信了，凡是自杀的人未必是真的想自杀，但是他有这个念头，有这个念头上就有鬼神在旁边诱惑他啊，想跳楼，不是他真想跳楼，鬼在后面推他啊，跳水自杀的也是如此啊，后头有水鬼推他，把他拖下水啊，这些什么冤亲债主啊，过去生中你得罪他了，他现在要报复，啊，过去是没有因，他不敢的。啊，因为你有护法神呐，护法神看到你冤家对债主，你应该要还他，他闪避过去了。于是乎，我们就知道，断卧修善，积功累德，多么重要。啊，唯有断卧修善积功累德，那个冤亲债主会饶恕你。为什么？他看到你是好人，尤其为很多众生做好事，他不忍心。啊，不是奇耻大辱，严重的伤害一般都不会跟你计较啊，那是重大的仇恨，那没办法，他不会饶你
我们学了定慧力降伏魔缘，我们遇到障碍遇到困难要有定力，要有智慧，定生慧啊，心不能乱，乱了就生烦恼啊，定才生智慧啊，定慧有力就能够降伏冤亲债主。那我们要时时刻刻有这个念头，帮助他离开恶道啊，以修行的功德常常回向给他啊，常常回向，常常念着他，没有把他们忘记，他会感恩啊，过去我们错了，对不起他啊，现在明白了，我们有回报，问题就能解决啊。下面第六段成道的微妙法成最成就啊，最正觉就是成佛，正觉是菩萨，加个最正觉就是无上菩提啊，无上正等正觉。请看注解，得微妙法成最正，最正觉，此二觉是第六相成道之一，微妙者，微摩经曰：微妙是菩提，诸法难之果。什么是菩提？菩提是梵语，古印度话啊。下面呢有解释，菩提者佛知之见，一切实际离体，当人自性。六祖慧能大师说：“何其自信！”他见到自信，没有想到自信是清净，自信从来没有染污过。我们只是迷了，不知道，觉悟了，他就现前。你就会见到啊，他的名字很多，佛在经上至少说了七八十种啊。佛为什么一桩事情说这么多名相？因人而异，因时而异，因地而异。佛跟人家在家讲这桩事情，要他听得懂，要他听了欢喜，所以明了就好。佛没有定法可说啊，连中国老子都说：“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”啊，只要对方能够明白了就行了。怎么说都可以啊，都是对的啊。慧能大师说自信呐，维摩经上说菩提，大乘经上、法华经上讲佛之见，
大乘经上讲是即离体啊，看什么时候，看对什么人，佛用哪种说法方便，自自然然啊，没有通过思考，也没有什么选择，完全自然。啊，经云，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，故曰微妙难知啊。啊，这就是我们在学习当中常说的其义自见啊，读书特别是读佛经，读上千遍呢，其义自见啊，没有人跟你讲，你也不需要学，自己就明白了，微妙难知，你有一千遍、两千遍、三千遍的功夫，哎，就很容易知道。啊，发达禅师诵《法华经》3000部，《法华经》很长，虽然7卷，很长。啊，大概一天呢，只能念一部啊。3000多部，10年了。10年专攻一部经，到什么程度呢？将悟为悟，在这个边缘上，他去参6祖慧能大师见面的时候，礼拜。给这个能大师拜了3拜，这3拜啊，头都没有着地。那6祖看得很清楚，起来之后问他：“你这3拜啊，头没着地，是不是有值得什么骄傲的地方？”这一问呢，他很老实，诵《法华》3000部。哦。啊，点头。刘子问：“《法华经》讲的什么？”他答不出来。啊，反过来向6祖大师请教。6祖说：“这个经我没听说过。”6祖不认识字，当然不要看经。啊，你要念给他听，但是你念得很熟了。你念给我听听，《法华经》28品，他念到2品，方便品。刘子说：“行了，不要念了，我全知道了。”跟他讲《法华大义》的感悟了。啊，如果他没有3000遍。这个定功能大师怎么讲他也开不了。这个也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的一个见证的啊，一定要达到这个境界，帮你推一把进去了，你没有这个境界，推倒了也没有，你也进不去。啊，方法就是戒，叫你读书千遍，一门深入，尝试熏修，这就是戒律，你一定要遵守。啊，果然。像这种大部经1000遍念下去，
把烦恼、把业障都念掉了，没有障碍了。啊，祖师一句话、两句话就通，就明白了。啊，慧能大师大彻大悟，在五祖方丈时，半夜三更，五祖讲《金刚经》大意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就开悟。啊，丝毫疑虑都没有，说出五句话。啊，真心了，没有想到自信，何其自信，何其就是没有想到，没想到自信本自清净，本来是清净，没有染污过，叫真心的，染污是妄心。啊，神秀大师的偈子：“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”是妄心。如果是真心，本自清净，有什么尘埃？没尘埃啊！啊，这一下他见到了。啊，本不生灭，本自具足，本无动摇。人生万法，五祖一听落了，开悟了，一波马上给他，叫他赶快走路。他问到哪里去，五祖说，你从哪里来你就回哪里去。啊，躲避嫉妒障碍，在猎人队里头躲了15年了，这是定慧也。啊，15年反对的声音没有了，再出来弘法利生。啊，那个15年是定慧力了。啊，今日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，故曰微妙难知，于微妙是菩提也。又净严肃说到理是妙法，由得此法，故成正觉。啊，你真正得到了理，是实际理体，就是真如本性。啊，故也同于上界，给前面经人讲的意思是一样。啊，又长含经的说，如来大智微妙独尊，在小乘经上说，综上而言，得微妙法，就是其如世尊之佛之，释迦牟尼佛所证的自心里流露出智慧，你跟他相应了。入实相妙理，证真正菩提，这叫成真觉。成真觉，等觉菩萨成佛了。啊，释迦是实现，前面说过，《法华经》上说，九缘界他就成佛了。他这是舞台表演，啊，做出八相成道的样子给我们看，让我们在这个地方细心观察、体会、学习。啊，我们应该遇到什么事情，知道怎么处理。
戒定慧是根本法。下面说正觉，如来之实智，真是智慧，故成佛曰成正觉。最正觉，从邪佛觉之无上圆满究竟。这是特别尊敬、特别的敬仰，用这些话来说，像释迦牟尼讲的，得无上真正之道，为最正觉。慧疏，日本祖师说的，觉之众为罪己。这罪的意思，罪正觉。古人称罪正觉，也就是究竟的正觉，圆满的正觉。成最正觉，就是究竟成佛。真的究竟圆满，是这个意思。我们想成佛，那要不得微妙法不行的。微妙法还有第二种，那就是信愿持名，四个字。本经里面所讲八个字，八个字浓缩成四个字。八个字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。偶耶大师告诉过，真心切愿就是无上菩提心。所以用信愿两个字就行了。信愿持名，持名就是一向专念，把八个字浓缩成四个字，信愿持名，求生净土，成最正觉。到极乐世界，别的地方难呐，到极乐世界容易啊。那么微妙法就是净土法门，信愿持名之法。信愿持名肯定帮助我们一生圆满成佛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休息到此地。